场上高才是唯一的优势。不过你有王治郅，我有陈兴安。陈兴安接到阿龙的传球，左闪右闪切入篮下，在227公分高的姚明面前飞身双手灌篮，拿下物超所值的两分。他虽然不高，不过他是中华队的骄傲。既然没有人看好中华队有本事赢大陆队，那大家就开始看表演。